好了，我们现在用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至六节。首先我解释一下啊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这里也是耶稣是用这些啊寓意的字眼，代表性的字眼，因为耶稣不是一棵树，我们也不是啊枝子，我们不是树枝，这个是代表，因为用地上的东西形容天上的关系。耶稣是葡萄树，这个形容就是它里面有生命的来源，它是所有恩典的来源，它是装满恩典的，它是恩典和生命的来源，所有智慧、聪明、能力，所有一切美好的事情都是从它来的，它是所有一切好处、美好的事都是它这是来源。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所有一切我们看到的东西都是神创造的东西造出来的。好了，我们是枝子，哇，非常美好啊，我们与他的关系是连在枝子上，我们信耶稣就与神连为一体，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，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，我们就连在神那里，非常美好。因为我们不是靠自己生活，我们是与神连接的，所以我们有无限的恩典。所以圣经也说，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，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。就是说神已经将所有都赐给我们，因为我们连在耶稣那里，神的智慧、聪明、能力都临到我们身上。我现在解释一下，有些人用律法的，就是常常要我做我做我做，后果是自己做事，他们强调自己做事，结果不能更完整的连在耶稣那里。虽然他们信耶稣有连在耶稣那里，但不能将所有恩典都连在他那里。但如果我们常常思想神的恩典，也常常活在神的恩典中，常常爱慕神、享受神，也相信神在爱我们的话，我们常常活在恩典中，我们就与神连接，他的恩典就源源不绝地来到我们这里。他的平稳安静，他的平安，他的喜乐，他的力量，有没有发觉亲近神喜乐就来了？这个就是连在葡萄树上，所以连在葡萄树上是极大的恩典呢，因为我们能够连在全能神那里，这个是极大的恩典。看我刚才是形容这个连在耶稣那里这种福气，这个重要性，而且我也讲出这个警告。什么警告呢？就是说用自己的方法，用律法的方法，用批判的方法，反而不是连在神那里，反而不是从神得力，因为他们没有看到神的力量、神的恩典，只是看到我要做什么，我要做什么，人要做什么，就是用人的力量，用人的方法，用人的脾气，人的批判的方法，不是神的方法。神的方法是美善的，是柔和谦卑的。好了，耶稣就说藏在我里面的，就是我们有这个权力，可以常常在神的里面。我常常用相反，你去探朋友，吃完饭了谈话了一段时间，朋友就期望你会回家，是不是？你不回家，直到十一点钟，朋友可能说你要不要回家睡觉了？他的意思是说你需要回家了，是不是？但在神的里面，他永远不会说你要回家了，他说你藏在我的里面，你可以整天每一天日夜都在我的里面，每一天都在我的同在，在睡梦中也在神的同在，任何时间都在他的同在，藏在他的里面。你不需要回别的地方回家，你
耶稣里面就是你的家啊，这个真美好啊。我们的家，地上的家是不是都有缺欠的地方啊？我们地上的家可能有吵架，可能有烦恼，是不是？但神的家是充满力量、平安、轻松、爱、恩典，所有美好的东西在神的家中都有。你需要什么就有什么。你需要医治吗？耶稣那里有医治。你需要安慰吗？耶稣那里有安慰。是不是美好啊？我发觉很多人，我自己也是这样啊，有些烦恼，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，烦恼就离开了。这个就是神的家的不同了。我们可以常常住在他的里面，常在耶稣里面，他就马上回应，他就很喜欢了，他必定回应，他不会留我们在他的家中，他自己出外面，他也藏在我们的里面，他在哪里，哪里就多结果子了，因为他的生命就流露出生命，他里面有生命的来源，有喜乐，有平安，有力量，有智慧，有聪明，有策略，有所有的安排，所有一切我们需要的经济的需要，所有一切他都有，所以我们就有足够的资源，能够有喜乐，有平安，有智慧，聪明，侍奉，满有能力。能力是什么呢？是神的同在，神的平安。我们一边讲到，一边藏在他里面，啊，哈利路亚，神的平安就流来到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生命就流露出果子，有圣灵的果子，有侍奉的果子，有侍奉的果效。因为耶稣说，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，这个是律法，是警告。离了耶稣，离开耶稣，很多基督徒其实与耶稣的关系也是很远的，但与主联合便是与主成为一灵，我们 与主成为一灵，但有不同的方法。有些人是这样的，完全在神里面，神也完全在他里面，这样的话他与神的连结是百分之百。但有些人连接是怎么样呢？1%，他有困难就问神了，求问神了，其他事情都不会找神了。他与神的连接，就是困难的时候谢少连接。这样的话，其实他能够做的很少很少。但如果我们知道离了耶稣我什么都不能做，我知道我们的能力有限，所以我不敢说自己的能力，我常常都是说神赐的，神的能力我不敢骄傲，我骄傲马上神可以将他拿走，所以我在神面前说，神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哈利路亚，我知道我必定在神的里面，我离了神什么都不能做。后面也是警告，如果有人不藏在耶稣里面，这样的话与神没有连接，没有祷告，没有亲近神，没有神的怜悯，没有神的爱，就好像栀子掉在外面枯干，整个生命就枯干了。如果是完全的枯干，没有些少生命，没有些少生命，就会扔在火里烧了，这个是地狱的火，这个是很悲惨的，很痛苦的。如果有人去教堂说信耶稣，但与神没有关系，没有在神的里面的话，他就好像自己掉在外面枯干，就扔在火里烧了，而且是永远的烧。第七节，你们藏，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这句应许，我很多人就说祈求什么神就给我，你看清楚这个经文说什么，他说藏在耶稣里面，神的话也藏在里面，你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什么意思呢？这是藏在耶稣里面啊，这个是律法，藏在耶稣里面。但我马上会讲恩典，藏在耶稣里面，耶稣就藏在他里面，就会令他产生果子了，就会怜悯人了，关心人了，关心天国了，
既然都藏在耶稣里面，神的话也藏在他里面，也是就是他常常读圣经，但同时我们也可以将恩典放在那里的，就是他常常有神的话鼓励他，神的话给他力量，给他应许，所以他常常都有神的话告诉他，你是蒙爱的，你是我喜悦的，我加你力量的，啊，我们也会有动力遵从神。我们的思想都是神的思想，我们的思想如果常常是神住在里面，也是神的话住在里面，充满我们的心灵的话，我们心所想都是神的国度，就去祝福人，这样我们愿意的神就成就。所以这个应许不是说你求什么都得着，因为圣经 有说妄求，妄求就得不到，但如果我们是有神的同在，而且是神的话充满我们的心灵，去跟从神的话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不但去知道神的话语，而去活出神的话语，这样的话我们所祈求的愿意的祈求就给我们成就，这样的人很幸福的。诗篇37:4也说，以耶和为乐的，神要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，就是有以耶和为乐的，你所祈求的神就赐给你，这样的人神就将各样的恩典赐给我们。好了，我现在用这个讲道的方法啊，这个内容啊，这个反面例子，很多基督徒以为我知道有神就可以了啊，我知道圣经就可以了，我读过圣经，但没有与神有个人的关系，没有神的关系，他们就发觉当与神没有好的关系的时候就容易吵架。为什么会吵架呢？因为没有祷告，里面看到人的不好就想骂人了，骂人的话这样耶稣不是在里面，这样的话他们的生命就不干了，这个是反面的例子了，就所以很多烦恼很多困难。然后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首先他的属性，他的属性是他里面有一切的丰盛，他有，他是生命的来源，健康的来源。很多人比我年轻，看字不如我，我写我可以看很小的字，我感谢神，哈利路亚，有神的同在真是蒙福啊，哈哈哈哈。这是神的同在，他就是生命的来源，健康的来源，啊，智慧的来源，喜乐的来源，力量的来源，所有我们需要的在他里面都是丰盛的，都有的，我们需要什么在他里面就有，真美好。而且他是慷慨的，你亲近他就领受的，他乐意给任何人的，随意他，我们亲近他他必定给我们的，这是他的性情。好的，他的恩典是什么呢？神在哪里，哪里就有恩典，神在哪里，哪里就有幸福了，哪里就有喜乐，就有平安，就有聪明智慧。你需要什么？很多人说我没有智慧聪明，我们依靠神，每一天思想神的话语，每一天亲近神，里面就会有智慧聪明流露出来。我们常常思想神的恩典，里面就有恩典。你看我说我们亲近神，神就这个力量，我们需要什么就流露出来了。我就讲一句律法，马上就讲不同的恩典，这个就是他的恩典。他会将所有我们需用的，所有能够提升我们生命，已经预备好，已经有筵席。神让我马上想到一个经文，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，虽然被逼迫的时候，神也为我们摆设筵席，马上将丰富的筵席放在我们前面。我们的生命都可以很丰富的，都有很多很多各方面的美好的东西可以放进来，美好的东西都为我们预备好了，筵席预备好了，我们进来就有了。
这是用诗篇二十三篇形容这个经文，这个就是他的恩典。然后啊，我们就多结果子了，生命就有果子，就会丰盛了，就会有能力了，侍奉就有果效了，这些都是恩典啊。然后后面也是说，当我们常有耶稣在里面，常常亲近神，神活在我们里面，神的话也充满我们的心灵，常常抓住神的应许，这样凡我们愿意，神就祈求就给我们成就，神就为我们开路。其实我的祈求是什么？神啊，你给我这些好的教导，我要将这个教导传给更多人，求你为我开路，求你为我开路，让我能够将这些教导传给更多人，让更多人享受神的爱，更多人享受神的同在。我马上都受到恩典的，让更多人享受，更多人从神得力，更多人享受生命，更多人有能力量。我讲的，我祈求这样做，马上令很多人蒙福，就马上有恩典。你看我讲律法，马上也有恩典了。好了，所以在它里面是极度的丰盛，我们可以放心在神面前。然后这个警告了，警告不藏在耶稣里面就枯干了。有没有发觉里面好像很容易发怒啊，很容易烦恼啊，很容易疲倦啊，没有力量啊，因为与神的关系不强，没有力量。有些人说我今天有祷告，有读圣经啊，为什么有些人读圣经祷告都没有力量？因为他们没有与神连接，这是读了圣经祷告了，这是外面的。我们里面这个人，我们有灵与魂，有些祷告了读圣经是头脑，但如果是整个灵与魂，思想意志感情，整个人都渴慕神，都爱慕神，都享受神，都让神的话语进入我们心灵的深处，整个人就有力量，而且随时祷告马上有力量。但因为很多人不是这样，他们祷告只是用外面他们的头脑外面，不是用整个心灵，没有用整个心灵和诚实敬拜，所以就没有这个力量，后果最严重是完全的离开神。好了，如何我们除掉这些垃圾？什么垃圾呢？有些人以为啊，我不需要常常亲近神啊，我靠自己也可以，我已经认识圣经很多，已经够了。这种骄傲，没有依靠神的心啊，我们需要改变，求神帮助我们改变，因为神里面有很多丰盛啊。马上我就用恩典鼓励了，神有很多恩典。如果我们以为我们不靠神都有力量的话，这个错误的想法就破坏我们生命。但我们知道神里面有丰盛，我们就知道我在里面都就得到力量了，在它里面就有丰盛的生命了。然后怎样亲近神得力的？刚才我说了，心灵诚实敬拜，思想依据感情，和灵整个灵喜悦神，以神为乐，神是我的喜乐的来源。神真美好啊，哈哈哈哈，神真美善啊，哈哈哈哈，看常常看到神的美善就喜悦神，这个是秘诀。秘诀不是但是告诉神很多事情，神不需要我们告诉他，他已经知道我们需要，我们是以神为乐，属上神的恩典，神就喜悦，神就祝福，神就加力量啊。然后实际上怎样？实际上读圣经的时候就喜欢神的话语，哇，爱神就有眼睛未曾看见的恩典，正好正好，我就全心爱神了，我就全心爱神了，来到他那里就平稳安静，就安息了啊！我要抓住这个应许，这种用心灵抓住神的话语，这种心态是很重要，我们就有力量了。这个是实际上
实际上怎样从神得力，实际上怎样处理有些时候懒惰啊，没有对神没有信心啊。有些人说我需要更大的信心，其实我告诉人，当你相信神的美善，你随时都有信心。信心是什么呢？不是说我今天很信很信很相信，而是说神是可靠的，所以我随时都信靠他。我知道神是美善，所以随时都依靠他。神是我的依靠，耶稣是我的依靠，哈利路亚，哈哈哈哈，他是我的依靠，这是信心，就是这样处理我们的内心，有什么担心的地方都放下来，完全的轻松，神就喜悦。你看我讲律法，马上又有恩典，就是常常恩典推动，神这么美好，我真的喜欢神，真的喜悦神，真的常常亲近神，真的从神得力，随时得力，哈哈哈哈哈哈。这样的话就平稳安静，哈利路亚。我的心平稳安静，好像断过奶的孩子，一边想着耶稣，在他母亲的怀中，我的心平稳安静。感谢天父，赞美天父，求神激励我们。就刚才我是示范这个祷告，简单的，我们来到神面前，真的说有神万事足，常常亲近神就有力量，在神里面有丰盛的恩典，神真美好，我喜悦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要不要这样享受神啊？常常享受神，常常喜悦神，常常活在神的美善之中，就平稳安静。赞美主耶稣，哈利路亚！求神祝福我们的信息都能够带领人进入神的同在。用神的恩典推动人，感谢天父，哈利路亚。